第一次工业革命，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。第二次工业革命，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。现在，儿童学习桌椅进入了智能时代。身高录入，精准升降。书写读画一键到位，智能操控满足孩子多样化学习场景需求，分区书架更多收纳，高硬度天然竹材，一零级环保标准，护童用科技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天马行空。